今天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三哥的大脑，其实我早就想去看一看了，可是三哥一直不让，今天好不容易用魔法控制住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脑子里有什么秘密。看之前可以点一个小爱心，要不然刷着刷着就找不到了。小五，我的大脑根本就没什么好参观的，里面全都是你啊，而且我脑子里都是水，我怕你会溺水啊。没关系，我不怕，我就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三哥，我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好像是露营地，难道三哥想来露营吗？上面有笑声，我们上去看看吧。温泉池里有人，看着好眼熟，走近点。什么？怎么是三哥？原来他想和紫大头蓝毛一起泡温泉，气死我了！这个臭唐三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！唐三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我真是眼瞎看错你了，你太让我伤心了，我决定和你分手，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看见你就恶心。小五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我脑子里看到什么了？你别走啊！记得点赞关注哦。